越唱越好戏，越睇越欢喜。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粉墨生涯几度秋，沉浮艺海逐漂流，急管繁言重新响，长风伴我有庆奏。这一首诗是已故的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对自己艺术人生的描述。人称虾哥的罗家宝，艺海浮沉几十载，成功塑造过多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今日分享的这一场晚会，呈现了虾哥在艺术生涯当中几个不同阶段的代表性名作，分别有虾哥的成名曲《柳毅传书》，虾康开始发展成型的代表作《红梅记》，还有虾康艺术的巅峰之作《梦断香消四十年》等等。当年虾哥凭借着《柳毅传书》一炮而红，从1954年首演至今，一共演出过上千场，同虾哥搭档演过《龙女三娘》的花旦都有成20多位，成为虾哥重演得最多、合作花旦最多的一部大戏。又比如《梦断香消四十年》，兴叔陈冠希同虾哥的这个完美组合所产生的一部经典巨作，从小生小母再到老生，虾哥将一代诗人陆游的一生浓缩地搬上了舞台，再现了陆游和唐婉表妹的一段悲情。今年是一代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老师逝世一周年，一年两期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分享虾康永享经典长存，纪念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先生演出晚会的精彩内容，透过和大家重温虾康经典，一同缅怀虾哥。
以孤身一人在雪地悲怆呢？只发告诉上公也无济事，知我者唯有上苍。上苍，娘子莫轻天下事呀、独啊书人所事，岂独临战挥洒？自天何齐有猛将？照有平原合治高宫，为世上难中人，倘有容啊谋之处，何惜苦火与刀啊痛？你今埋忧恨在心头，我欲相怨也无计算。相公，你真的要知高我何妨呢？相公命来，你我是同乡党。原来相公也是洞庭人士么？小生柳毅，世居洞庭啊。我只为遵从父命，嫁到此方，岂料夫婿不良。
小娘子既是海国龙神，然则双耳通婚，又是谁家汉啊？Ah!
当公主做制，真可上难入娇花床多掌，说你凄凉。公主你若有书信，我恨怕东平天龙王。相公，你肯为我全诗？正是。哎呀，公子啊！相公，想洞庭之人有一不辞，原是先胎近年水大矣。我有玉钗一枝，交于相公手上。你这钗击不辞三下，便会有人接你我父王啊！好啊！原为清了下相公，书信快交。心上恩公啊，高义域难忘，待我列罗裙。放心，我自当昼夜兼程赶往东庭啊。Hey。
恩的重。
到那真烈滩烟空又怎晓得生离参同啊？
你出世便无良，阿爹乞头将把你来抚养啊，长成个黄花乖女样啊，爹爹怎知你在苦中找下终啊
自家怎咩稀罕？把路错。直到一打烊，妻呀啊娘，也敌不过他。
楼关窗，你剪不破天幕，冲不出地网，人家有如何对横的关窗。总之穷人造反无力量。時而變是蝦哥的處世之道，他根據自身的聲線條件融合百家之所長，創造出圓潤沉鬱的蝦腔。除此之外，他在粵劇的傳承和推廣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好像當年白玉堂、薛覺先、桂明陽等前輩教導他一樣，他亦都無條件地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後輩。在他門下的弟子來自五湖四海，當中有不少已經成為行內的中堅力量。
咁更多有關呢一台紀念晚會嘅精彩內容咧，敬請留意聽日同一時間播出嘅《越唱越好戲》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重温本期节目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搜索越唱越好戏。越唱越好戏，越睇越欢喜。各位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分享《哈康永响》经典长传纪念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先生演出晚会的精彩内容。尽管著名粤剧艺术大师罗家宝老师已经驾鹤仙游，但是他为粤剧事业谱就的一页页辉煌篇章将会流传万世。在罗家宝老师几十年的从艺生涯当中，随着岁月的飞逝，他的戏路也都不断在变化。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虾哥所饰演的陆游。从小生小武再到老生，虾哥将一代诗人陆游的一生浓缩地搬上了舞台，再现了陆游和唐婉表妹的一段悲情。由著名粤剧编剧陈冠兴轻叔撰写的《梦断香》剧，令到虾哥在舞台上上演了其中的一个自己。通过虾哥的细心揣摩，《梦断香消四十年》这部戏火速走红，至今力演不衰，影响深远。在行内饰演过陆游和唐婉的演员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究其原因，是人担戏定是戏担人呢？我想戏和人已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继续重温哈康嘅经典作品，一同细细领略哈康艺术嘅独特魅力。奈何操兵役呢？苏皮神啊！情更加深啊，一颗心意两地牵，常系妻依恋。红呢呢粉，愿意。
一别几何时，连山埋隐恨啊！为君多憔悴，难免损三分。贤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啩？非呀，好好对我，点啊？非常好，真嘅。仲祝我烹茶侍奉君啊！哦，咁就好咯。但愿老人心长白孤儿问，念我忧怀薄云，福慧儿女善相神。众豪兴动啊私心，桌上之煎闻看地鲜花又阳君红的花真的少见少见过，是少见过。然而君喜欢，是物啊，只不过
何事送黄昏，听得知我心。佢叫何名字呀？玉文池花，名叫断肠红啊！断肠红啊！想得呢个名太过凄凉啦，不如我哋同佢改个名好吗？不知改何名字呢？改。婉儿，我俩时刻相思，不若改作相思红好吗？相思红啊，嗯，相思断肠都一样，寄同花艳又红。神色大意从前，莫不是你肉体欠安，怨夫命滞呀、啊，婆婆不良，六郎怨言，乜嘢事呀、啊？良辰太恨的心，良辰。
亲太恨的心。姑娘啊，年年莫偏见，空色苦郁又威气，共差人。我哋去求阿妈，去求阿妈，去去。与清史有关，理应论处呀。关于清史有关，理应论处嘛。我清，同一家我难忍耐。话先先，光明夫人。尚书外女，竟与佳夜秋红牙战，纵有啊关恩啊明案，无非寻华女牵连，从来迎不上大夫，对簿公庭又算官家体面。人来大喝家伙，老板，情是受贿徇私，依法怎能赦免？如非十恶不赦，于情便有可原。执法不能徇情，徇情定交法院。此案待老夫禀告朝廷，此案我当行决断。一意孤行，像后悔，我心如日月，明镜天啊！
到我国共难见，任你是天之红啊，叔也难啊，金泪连连，转眼间也再苦啊，亲已尽。方知執法難，但望賢妻無所以。
生一女。将何以到此有父女之情，我也有夫妻之爱。难道专斩个刘聪，屈死个刘妻，含冤个刘女，就无父女之情、夫妻之爱吗？这个，倘若小弟错杀林冲，可以免罪；林冲错杀小弟，任将如何啊？天下之为官者，如不靠律己以严，则世间冤案何止千件万件？似林冲夫妻父女者，又何止千人万人啊？岂不问罪虽按律而施刑，法亦冤情而以减我。罢了，恶掌大人，路恩师呀，当年出发何心身，立说情门败慈心，真真悔我怀先节，仗剑平冤后人啊！当时我讲嘅系你嚟，对，就系、是、这个你。你离娘子高公啊千亲不闻啊好比惊动的我通杀我愧疚知自心啊若便用世恩情啊蒙周叔老母孤儿没钱君近妈我此言啊，老爷，你要我送啊，你的我送。大人莫送、啊。
没烟尘。罪大恶极，还敢施行不法，把我讥筹，想我乃太学生员，岂是任人欺负？有日伏阙上书，定把你个罪名力送啊！就是马贼而死。
也留正气在人间。玉佩相依，其中必有缘故，可知佩如为你添上无限哀愁啊！Oh.
梦。Yeah, yeah, yeah, yeah.
沉郁，唱活了一代诗人的性格。一连两期的节目令到观众再一次感受到哈康的艺术风采。最难得的是，当年80多岁的哈康创始人罗家宝老师也都登台带领演唱了《再尽沈园》，确实令到观众惊喜万分。相信透过粤剧后辈和广大戏迷的不断传唱，哈康艺术的魅力一定会继续大放异彩。好了，今期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重温本期节目可以登录腾讯视频，搜索越唱越好戏。